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屏东的南洋高脚屋，它的风格非常的泰式，而且现在太阳比较小了，很舒服。给你们看看，讲到泰国不外乎就是大象，你看很美，这里很漂亮，而且这里呀、的门票只要100块，而且还可以抵消费，我蛮推荐来这里的，带大家稍微走一圈来看看。这里有许多的高脚屋，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挑位置，有带宠物的话就是坐在外围，然后上去的话就是要脱鞋子。那它当然也有室内区，可是如果带狗狗的话就不能坐室内区。看你们它的风格，前面这边就是点餐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看，一边是茅草屋的方向，一边就是高脚屋的方向，带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它的风景，像这样。这边过去，这边这区啊，这里一个很大的位置，人都可以直接到上面去，蛮适合大家庭的。啊，这里是他们的点餐区，很多地方都不外乎就是有大象。然后这里过去就是高脚屋的方向，我们看远远的建筑。所以这是室内区，这里很漂亮。那你看这个大象，泰国不外乎一定有大象。我觉得这里很不错哎，尤其是适合太阳比较下山的时候来，蛮不错的。看在这里拍照很美，这里狗狗也可以来。有没有看到只狗狗在地板上跑？哎，它躲起来，它跑到树那边了。这边，这里旁边这里过去这边一整排都是类似像这样的座位区，一整排都是。我觉得这里南洋风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倍儿棒的。早一点来可能会热，所以是太阳下山一点，因为它开到晚上7点的时候。这里有个户外区，非常多地方。园区的话其实蛮大的，从这边走过去的话，这里也都还有。这里不错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位置区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位置。上来的话只是要脱鞋子。哇，不错哦，虽然是户外区，可以有电扇，也有遮阳的。而且你们现在在干嘛？喝着饮料，冰沙，我也是点冰沙。给你们看看这整间的样子，它整间的风格就是很南洋风的风格，在这里拍照也超漂亮的。我觉得在这里待可以至少待2-3个小时，只是因为我们等下赶行程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待那么久。可是这里我觉得很棒。那边可以摇，你看。对，这椅子也可以摇哎。啊，你后面那边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不错，而且演员演员怎么笑那么开心？因为我给他喝冰水。啊、哦，难怪。冰水。你看它里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这种，木头的。然后上面这里做户外，可是还是有太阳，还是有这个电风扇，然后遮阳，所以这边很棒，不错哦。Yeah. 等一下，我也要喝冰沙了。这边真的很漂亮，很适合拍照，超，我觉得南洋风就是很泰国的感觉，尤其很多就是大象的装置，我觉得这也很棒，很推，超推，超推大家。超推哦。对。好，下个节目见喽，拜拜。南洋风高脚屋是全台第一座传统泰式建筑。园区占地宽敞，充满浓浓的南洋风情。古老的泰式建筑让人彷佛置身泰国度假。